星夢傳奇雖然已經曲終人散，而名氣亦都拿下三獎成為大贏家。不過15位學員喺比賽途中已經累積咗大批嘅中粉，所以 TVB 今日宣布將會喺8月14以及15號，學員們將連同多位導師一連兩日舉行畢業演唱會《星夢飛行 First Live on Stage》。将所学所练在舞台上和观众分享，演唱会将会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，并于7月28号朝早10点起在 CityLine 网上公开发售。喜欢星梦传奇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FYY， 祝头条日报16周年快乐。